公司是个中介是吧？所以其实就是你找到我，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是谁，对吧？你是那公司的？不对吧？不对呀、啊，不对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等于是他的合作伙伴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你说的是漂流瓶啊。昨天我收到了一个漂流瓶。这是你漂流瓶的一张纸吗？有可能有两组这样的关系。两组这样关系，你们太可怕了。两组这样关系，因为我跟他我的对应的未必是他。对。哦，我懂了。他的意思是，这是一组。我们说给钱就犯组，就是给钱就犯组织了两个人，一个人负责去弄晕，一个人负责去杀，但是他现在说他没有杀成。那另外还有一组关系是漂流瓶组，是他接到了漂流瓶，说让他去弄晕，可能给他漂流瓶的那个人是他的搭档，他要去杀。但是呢，他说他又没晕成，所以是不是给钱就办的这个晕的人做成了第一步？对对对。然后你的搭档做成了第二步。我们是失败组的晕，他是失败组的杀，但我们原本不是一组搭档，对对吧？但我的搭档跟他的搭档把这事儿干成了。哇！哎，精彩！哇！如果他们俩说的是真的话，那就是我们三个当中有俩。我知道。哎，而且现在这个双兄之间其实彼此也在猜啊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搭档究竟是谁。我甚至觉得我是凶手。什么意思？观众朋友们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侦探，下一期更精彩啊！此为之啊！什么此为之？刚才我已经投错了，投哪去了？真的，你刚才投谁了？投的当然是你啊！谁？不然是不能是谁？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发现我的故事没完你就投我？而且我们双雄投你两次。真的有双雄。